是组长姚冠成，我的主人人事者邱玉文。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实用器材介绍。我们有用镊子，为了剔取鱼肉；木瓜酵素，为了软化鱼肉；和一般大众常剔取鱼肉的氢氧化钠；搅拌匙跟搅拌棒，为了充分的搅拌药品；接破盘，为了放置实验本体；烧杯，为了调制药品；电子秤，为了称量药品重量；加热搅拌器，为了充分的搅拌均匀药品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实验一流程图。将实验分成两个部分，浸泡在水中跟浸泡在木瓜酵素中，分六组实验，浸泡一小时、二小时、十一小时、十六小时、二十一小时、二十六小时。各两只鱼，因为怕个体差异，以中目下压并测量其下限程度。实验二分成三组实验，各两只鱼，因为也怕个体差异，浸泡在水中、氢氧化钠中、木瓜酵素中二十一小时，以中目下压测量其下限程度跟剔除鱼肉的时间。实验比较图如下。浸泡氢氧化钠实验讨论，鱼骨在剔除上明显的容易许多，但鱼骨容易遭受到损坏，变得脆弱。加上使用强碱进行实验，风险就会提高。浸泡木瓜酵素实验讨论，在软化效益上虽然没有氢氧化钠那么快，但没有氢氧化钠那么刺激皮肤，相对的危险性就较低，能使年幼儿童也可以进行操作。为了减少鱼骨被强碱的伤害，降低实验的风险，使珍贵鱼种之鱼骨加以保存，改善氢氧化钠之缺点，达环保、安全、方便的特色。